宋婶儿，哎，你去忙，我叫。好。先把门打开，不然又睡着了。我换件衣服，马上。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出来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化妆呢。来不及了，不化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化妆很快的。我带他去换件衣服吧。嗯，来。莹莹，你是故意的吧？金北是你的姐姐，你收敛点。嗯，知道了，大哥。Yeah.